个飞行，和你的超级扬起。假如没有你看不起，不如坠入的心灵。想带你从吵闹到安宁，想带你从多云到转晴，想要为你整理家里，为你的手机失去。又过了每晚给你热牛奶的时间，从最后写着我们没看完的影片，离开我的时间你是否还失眠，从不熬夜的我也明显黑了眼圈，你送的玩偶依然陪在身边，一瞬间浮现从开始到终点又重演。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，我想和你一起穿啊，那我觉得和我最匹配的人也就只能是张老师了啊。第一位呢，肯定是要给龚老师。龚老师 number one 是龚俊和什么的粉丝啊。然后第五位是鸵鸟的菠萝夏天，来恭喜这五位小伙伴，请你们先。还是要读一下，是吧？啊，是吗？要读吗？好的，来恭喜我们的龚俊和张哲瀚的粉丝，好吗？请你们截图一下。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，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和时间飞行，我想牵你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，我想和你。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。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，感谢你们喜欢龚俊，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和龚俊。还有一些话想对俊俊说，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永远都在，我永远都在。